待吗？嗯，在那边等吗？对，等我一下，等他们过去。好，我是教练。OK， 哇，就是往那个，对，直走，一直加速，加速，加速，加速到这两个锥桶的地方，然后踩刹车，刹，然后转，对，转的时候看那边，对，看你要去的地方有没有？你有发现你看你要去的地方，你自然就会转。好，然后这边右转，对，方向盘这样打就好。对，然后看那边，对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们 Lancer 而已哦。OK， 那你的速度都60几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然后到那边再转，记得要往那边看。对，有没有？记得哦，在赛道上往哪看，你车就会去到。对，然后这边回转，这边回转，对。这个三个锥桶是回转的地方 ，OK。下午你们就会继续往那边走 ，OK。好，流量不错啊、哦。嗯，好玩。车子后面坐会比较不舒服。是你等我就有机会试到这样。谢谢。一样哦，看你要去的地方，转，对，很好。慢一点点给他，毕竟我们现在就基本上你要记得往前面看 ，OK， 大部分对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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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们这边要出去，所以对这边要出去，对这边直走，对，这边要回转，对对，跟着前面车，手不要你在转弯就是三跟九，对，这样都是很好的错误示范。好不好？赛道上这样开很危险，你会没办法控制，就停在这边，然后我们下车。好，然后你们换下一位。没有，可能是。